般棒棒糖出道的阿本近期宣布回归演艺事业，也登上了各大综艺节目。日前他在节目中分享了自己的自拍技巧，让在场众人都十分惊讶。阿本秀出一系列照片，包括在吃饭的照片、穿搭照或是骑摩托车时被朋友偷拍，富有生活感的模样看起来很自然。然而阿本坦言这些照片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拍的，有一段时间他在北京工作，在当地一个朋友也没有，所以他靠自己拍下这些照片，营造出好人缘的错觉，让 Cindy 听了直呼好悲伤。阿本也笑称当时练就了很厉害的拍照实力，没有带自拍器的时候就直接脱鞋，将手机立在鞋子上，再用有穿鞋子的脚遮挡没有穿鞋的脚，就连蹲下来拍照看起来也很自然，让众人赞叹不已。Bye.